你最近有咩感受啊？你或者會唔會覺得好多嘅旅客會阻礙咗你嘅生活咁樣啊？我覺得都係中國人，應該大家歡迎去香港嚟。係，你係歡迎佢哋㗎。係，就算佢哋買曬啲嘢都冇問題。冇問題。開門口歡迎佢哋好唔好啊？歡迎中國人。係啊，我啲大家一家人，唔需要反對佢哋嚟。我哋应该欢迎。但系而家其实有150人咧，每日有150人单程证嚟到香港咧，可能会影响香港嘅医疗啊、房屋啊、教育政策嘅喎。你点样睇呢件事？点解嗰度咁贵啊？呢个咧，因为嚟香港咧，佢都有中国嘅政策，同埋香港入境处都有政策，所以佢哋好多系香港人同埋大陆嘅仔女咧团聚。 呢個都係需要嘅，即係你覺得150人每人有150，每一日有150人係需要嘅。因為我哋咧都係講人道主義嘅，應該咧大家一齊家庭團聚，都係需要，係啊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